谁能有我惨，在家门口蹲着就点个陪吧。信号还不好，我就提议带他们玩点新潮的。想想就刺激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，抓两只，抓到了。非静止画面，这个陆晨笨死了，算了，放他一马。这么笨，以后女朋友都找不着。很好嘲讽拉满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，抓一只。我真的是服气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笨的陪，还抓鸭子呢？他真的找得到女朋友吗？作为团长真是操碎了心，站起来看看你的真面目，他娘的还回家了，真是老天爷都不想让陆晨脱单啊。没办法了，换一个吧，努力让他上桌子。换了个菇，又换了个樱花。陆晨真惨，樱花雕都不雕他一下。我真是服了，谁教你这样表白的？他妈油的，我想去大庆了。该说不说，气氛组属实到位了。六，真是给我都整无语了。我真的服我一把，我要回大庆。六六。我要是樱花，我绝对觉得他有病。神经病啊，在演偶像剧吗？鸭子数多了，饿了是吧？大庆油田都不嫌弃，绝对真爱了。春天来了，开始怀疑自己了。冒险惩罚结束了，真的是六道飞起，被发现了，又被霸道总裁附体了是吧？这熟悉的三角关系。